就是说一下，把我们所有讲的类型转换给大家说一下吧，把所有的类型转换在这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了啊。这一块的话，我就叫起中文就叫类型转换了啊，然后叫05.py 啊。好，什么叫类型转换呀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多种类型转换了？哪些呢？我们在这儿说，只要我往 STR 一放，它就变成 Substract；只要我往整形一放，它是不是就变成整形了？只要我们现在把它往 List 里面一放，它是不是就变成列表了？然后我还可以往哪里放？字典里面，还可以往 Set 里面，还可以往 Tuple 里面，是不是往这些里面来去放了？好了，那于是呢，我们在这块儿啊。来去总结一下这个类型转换去。类型转换，我们现在先说 STR 能转哪些吧，对吧？STR 能不能转整形啊？是不是可以的？怎么就转整形？我 S 是一个数字的情况下，说我是八，现在能不能转整形啊？int，把 S 往里面一扔，它现在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整形的八了？说明是不是 OK 的？好，那我的 S 如果是多个字母 A、B、C，那我接下来能不能转 list 呀？是不是可以转 list 的？怎么转呢？在这一块儿，我们现在在这一块儿是不是往 list 里面把你的 S 往里面一扔，是不是就变了？而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变成它了？于是我在这儿打印一下这个 L，L 会变成啥样呢？是不是列表里面就放了一个 A，就放了一个 B，然后是不是就放了一个 C？只要你把字符串给它转列表，它是不是就现在把字符串拆了，是不是给你放到列表里的？来试一下啊！然后我们在这儿来一个 Python 叫类型转换05，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non-type。哦，稍等，我这个没注释啊。好，再来一下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！大家看，它现在是不是就变成 A、B、C 这种结果了？说明是不是也可以转的？但是转字典这一块，我们是不是有要求的？我们原来说过，转字典是不是有要求的？不是所有的是不是都能转字典了？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转啊。那能不能转 site 呀？set s 等于 set 里面是不是就给它扔一个字符串了，是吧？我接下来的话呢，是不是把 s 给它一打印？接下来这时候它能够得到什么结果？大家看，是不是变成了这些外层的符号，是不是变成一个花括号了？是不是也是可以转的？转元组呢？转元组呢？我在这儿给大家写上 set 元组，是不是也是 OK 的？好，那就 tuple， 然后把 s 往里面一扔，我在这儿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 t 啊？然后我在这儿是不是就打印这个 t？ 好，我在这儿再来去执行一下，大家看它是不是就变成列表、集合和是不是元组了？说明我字符串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些类型的转换了？可以进行这些类型的转换。假设我是字符串，是不是就可以进行这些类型的转换了？那我现在问大家，反过来行不行？反过来指的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列表，我是一个整形，整形能不能转字符串？列表能不能转字符串？set 能不能转字符串 ？tuple 能不能转字符串？对吧？然后呢，那也就是说逆向，是不是就把刚才的这个是不是给做了一个反方向了？说你们现在都可以这么做，我现在能不能转呀？是不是方向往这块走了？可不可以啊？然后呢，我有一个整形八的话，我现在能不能把它转成 STR 类型啊？转字符串是不是就把它往外层套一个 STR 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是不是啊？那我如果是一个列表行不行啊？那当然也是 OK 了。STR 我就直接写列表了，里面放一个 A，
放一个 B， 然后放一个 C，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儿是不是得到就是一个 L 了啊？好，说我接下来打印这个 L 能不能得到啊，在这儿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到 L 是什么， L 是不是就是字符串的列表了啊，就是字符串了，说白了啊，不叫字符串列表了。然后在这儿执行，哎，保存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给你变成这种了，对吧？你看这种说明什么了？其实说明这个意思，说明引号。给你套了一层这个。只要你现在是不是 STR， 是不是把一个列表给扔进来了，它相当于在你的列表外层是不是包裹了一个引号而已了啊？所以你可以测 L 是什么类型的，对吧？它在这儿一测，然后叫 type， 然后是不是来一个 L 了，你看一下它是不是字符串类型的就 OK 了。大家看是不是就是字符串类型，说明你打出来虽然看到它外边没包裹那个引号，但事实上它出来的是不是就是包裹了一个引号的了。那同理 site tuple 字典都是 OK 的啊。然后这时候都可以再甚至加过来一个谁了，字典都是 OK 的。然后还有谁说 float 也可以转了啊，就是说只要你转我字符串，大不了外层是不是就给你包裹一个引号，是不是就 OK 了，所有的通通都可以过来啊，所有的通通都是可以过来，这些我就不再演示了。好，我们来去说一下下边这些。下边这些的话，是不是就剩下列表之间的这几个的之间的一个转换了？啊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列表可以转成什么？列表是不是可以转 set？ 只要我有一个列表，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成 set 类型的？我还可以转成什么？是不是元组类型？而列表能不能转字典？能，但是列表转字典是不是有前提的？啊，它也可以，它是不是也可以，然后转成字典？但是只有什么情况的，是不是才能转字典？列表里面是不是包含两个元素了？一个元素是 key， 是不是一个元素是 value， 再是一个 key， 再是一个 key。然后逗号一个 value 的这种形式的是不是才能够去转成字典，否则是不是就不能转字典了？所以列表必须是不是符合这种条件的，是不是才能够转了？好了，那这个我就不再举例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一直做列表转它，是不是列表转这个了啊？那反过来就是，如果我是 set， 能不能转成列表啊？能不能啊？怎么转呀？ set 不就是一个 set 一个元组吗？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元组了？我想把它转成列表，能不能行啊？能啊，你往里面一扔，你再打印它，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？是吧？然后你只要你现在想把它转成谁，是不是外层给它包裹一个谁就 OK 了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儿然后一执行，大家看是不是就变成列表的一二三四了，它是不是就不是元组了？所以哎，写错了，这块应该是 tuple， 是不是就 tuple 类型了？是不是就是元组，是不是给它转这个了啊？先说元组吧，元组是不是可以转的啊？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在这块谁也能不能转啊？ set 能不能转列表啊？可以。然后呢，只要是 set 的话，我现在在这儿是不是就给它变成这种符号就好了？只要你是这个，我也能够给你往谁里面套啊 ？list， 然后把 set 一往里面一扔，是不是就 OK 了？这个给它变成 tuple， 是不是给它变成这个了？啊，只要一扔，无论你是这个类型的还是这个类型的，是不是都可以转列表了？嗯。那我现在问大家，字典能转列表吗？字典能吗？字典能不能，你在这儿是不是声明一个字典，然后一冒号 A， 我还是简写了啊，冒号是不是在这儿 B，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字典了？
如果我现在说我要把字典给转成谁啦 ？List 是不是只要把它往外一包围，是不是就是转了？这个变成 list 啊。好看结果是啥？变成几了？一二。它是不是只是把谁放在列表里了 ？Key 是不是啊？啊，只是将 key 是不是保存在谁里了？list 中，是不是放在 list 里了？所以你的字典是不是也是 OK 的？是不是也可以转 list 的？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总结这些啊。然后也就是说，我们接下来在这儿的话呢，主要就是分成两大块，哪两大块？就是字符串能不能转其他类型，而其他类型是不是能不能转字符串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于容器那一类的，容器那一类的是不是就是列表、集合、元组还有字典，是不是一共就是这四个了，它们之间的转换了啊，能不能转换，我们是以 list 为例来去说的，对吧？ list 能不能转这些啊，这些能不能转 list 呀，是不是以 list 为例来去说的了啊。然后剩下那些相互转，我就不再带着大家逐个来去写了，你可以自己尝试去。比如说我是一个 set， 能不能转元组啊？对吧？你想转谁，是不是外层给它包裹一个谁，是不是就 OK 了啊？所以这个大家回头自己来去列就 OK 了啊。但是你这个总结或者不总结都是 OK， 但是你要知道我想转谁，是不是外层给它套一个谁，是不是就转了啊，你记住这一点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在这儿主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几个值，这几个函数 int str list dict set 还有 tuple， 是不是这几个类型了？就是把这几个类型进行类型转换的，然后搞清楚就 OK 了。